师兄，你回去了，以后还回来吗？人生变幻世事无常，谁知道呢？上次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快再来呀。我想明白了，想明白什么了？我已经耽误了2年了，而我向来是争分夺秒，只争朝夕。我必须把这时间抢回来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。 你把医院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你混江湖啊？什么江湖啊？我这说的都是心里话。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想到过，我会来到这儿，更没想到还会爱上非洲。媳妇，你要去桑拿？还是那么壮观，那么美。你们到了非洲，会救治很多人。 也会影响到很多人。风过留神，雁过留痕。希望你能在非洲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也留下点什么。我认为，最重要的应该是医疗事件。我回来啦！新年快乐！ 从医要有良心，手术要有信心，对病人要有真心，我都接着呢。我们人生啊，长着呢，还会有很多个2年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？ 你们自然会找到他的答案。祝你们马到成功！这句话是我送给他的。马到成功。So, why would a leopard go to the top of a snowy mountain? It's not there for a warmth of food.